哇！哎呀妈呀，这是啥事儿啊？小花，还给我穿一下水，穿上大葱，放上姜片，放上飞鸽子飞片。起锅烧油，放上葱姜蒜、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香叶、小茴香、黄豆酱、海鲜酱、猪骨酱、咖喱酱炒香之后，放入清理好的排骨、青菜、香菇叶、咖喱酱，加入清水，清水要一次性加入。盐、味精、鸡粉、胡椒粉、白糖、食材酱、咖喱生抽、酱油、咖喱不要钱的好油、咖喱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煮，五十分钟再煮上，时间到，开整。哇，不。飞哥，这点你的。嗯。哎呀，这锅呀，这吃哎。嗯。哇。太幸福了。